在这第二部中，我将介绍戴夫·艾格斯的圆环是如何被视为1984的现代版，以及它是如何反映着我们当前广布的氛围性的数据时代与这背景下的监视偏执心态。这两个作品在这里将被视为两种组织形态，一种是空间局限的纪律性社会形态，一种是跨空间的控制性社会形态。此外，我要把目前为止似乎隐含的一个理念复杂化，那就是纪律是压抑的、压迫的或反人性的。因为我们可以问，我们应该有一些纪律，对吗？在这里我们可以想想那些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最后，我将介绍一些关于监视的理论，助我们开始问怎样理解监视这问题，以及监视这个概念应该如何从属于更高的视野。艾格斯的小说背景设于不远的将来，围绕一个名为圆环的大型企业展开。圆环公司可被比喻为现实生活中大型信息科技公司的合体，包括硅谷的 GAFA 公司，即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和中国圈内的 BAT 公司，即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圆环垄断了所有与数据相关的服务和电子设备的设计，最终在全球范围内运作。它掌握并管理着它服务与产品链运作所需的硬性和软性基础设施。尽管艾格斯没有在小说中详细阐述，圆环公司应该掌握着全球的信息基础设施生态，从卫星系统、数据中心、光纤网络、城市规模的传感器和个人电子设备到软件平台，其中可能涉及用户数据的捕捉、存储、分类和使用。简而言之，圆环公司是艾格斯对当代大型信息技术企业的一个整体的、理想的、因而偏执的想象。在这里，我将圆环公司的整体视为一个科幻性场景设计或 Novum， 因为圆环在故事中推出的软件和硬件通通以一个仿佛万能的系统为基础。换句话说，有意思的是这系统概念本身，也就是圆环的各个设计、行为和设施的组成结构。圆环公司的本质是提供了一个极限通用的社交媒体平台，加上在线钱包和银行功能。该平台名为 True You 或真理。我们可以想象，真理平台包括着论坛、微信、微博、脸书、推特与各种支付软件的混合体。这意味着真理平台捕捉与掌握着一个人所有的数据，包括其历史、喜好、人际网、生物特征识别，包括脸部识别等数据。这是圆环的基础框架，其他软件与硬件仅是在其周围的延伸，例如 SeaChange 或海变微型监视器，当然还有智能手机。简而言之，圆环公司构建了一个全球规模的传感和计算系统，渗透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真理平台的关键特征是每一个用户账号全面透明公开，也就是其他用户与圆环公司本身可以随时看到任何人的历史与动态。在小说中，这种彻底的透明性成功了消除了身份盗窃、交易欺诈和网上导弹等现象。此效应迅速地使真理平台被广泛采用，铺垫着圆环公司的全球渗透。圆环公司的核心宗旨是全人类的透明化，不论个人的社会与公众地位。例如，海变微型监视器的普及可造就平民对权威人士的反监视，也就是说，它可以促进对警察、军事人员以及政治人物的所作所为的时刻监视，使他们的每一刻可视、可见，因而可负责。好，我们应该怎样将圆环解读为当下的写照？我们应该吗？还记得在福柯提出的纪律性社会概念中，人的身体习惯是被多种纪律机构塑造的，例如工作场所、学校和监狱。在此，执行纪律监督的人员，例如办公室上司和学校老师，与其相应的正规行为和政策体系都位于特定的空间范围内。也就是说，这些社会机构有着空间上的局限。可是自20世纪中叶以来，信息技术逐渐扩散到了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开始改变了有空间局限的纪律操作布局。有着无处不在的信息科技系统，通称普世计算，纪律的操作与其物质空间脱钩，也就是脱离了学校或办公楼等建筑。这种新模式在1990年被哲学家吉雷德雷斯命名为控制性社会。控制性社会的核心工具可被概括为一个有感官和可操作的数据库。此数据库演变着纪律机构一直在做的事情，
那就是根据一套分类方案对人群做出分类，并给予各类人不同的对待。如学校那套分类方案可包括优、良、及格、不及格、出席、缺席、迟到等等。因此，你在控制性社会的亲身体验，就在当你的身体被安排在某关卡内外的那一瞬间。这内外则在于你的资格与数据系统的回应。例如，如果你的成绩足够好，你可以去报考某级别的大学，或者根据你的法律或企业身份的分类，你会获得相应的医疗福利等等。所以在人体本身的纪律化之外，控制逻辑决定着其人体从属的区域。换一种角度看，控制性社会的逻辑是将固体的机构液体化，使它们变成一套检查点网络。在同一篇论文中，德雷斯引用了他小伙伴菲利克斯·加塔利的虚构城市。此城市被划分为若干区域，各区临界安装着传感器，用于识别人流中各个电磁卡的访问权限，允许部分人进入某区域而拒绝其他人。在控制性社会概念的基础上，社会学家 Haggerty 与 Erickson 在2000年提出了一种新出现的身份形式。该形式完全由学校成绩、犯罪记录、信用等级、购物记录、点击点赞记录等数据组成。我将他们的概念翻译为数据幽灵，这就是你个人在所有数据库当中幽灵般的集合体。此集合体通过多种数据库的分类方案，得到多种身份的标签，因而受到数据库给予的不同对待。一个明显的例子为机场里层层的检查点，银行则是一个较隐蔽的检查点，它根据人群的信用记录划分高信用人群给予抵押等等。圆环里的珍妮平台在这里表达了对数据幽灵变为现实的焦虑，也就是所有数据库被统一和集成后的状态。尽管有理论上的可能性，数据库统一还没成现实。为什么这么说？你想想，当你申请工作、入学或移民时，你是否需要自己汇集你自己卡夫卡式海量的文件数量？所以数据幽灵在当代仍然需要个人来汇集。当然也有例外情况，比如当你受到刑事、民事或税务方面的调查时，在这种情况下，其他人会汇集你的档案。最后，我该指出，控制性社会的逻辑不一定需要普世计算才能运行。比如，控制逻辑的设计在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有着黑暗的案例。城市被划分，临界线要道布满了有着巡逻人员的检查点。巡逻人员根据人流的皮肤与国内护照对其进行分类。有些学者还指出身份证件和监视之间分不开的历史关系。甚至有些学者将控制逻辑追溯到人类文明早期，为了战争、产权、税收、执法等帝国建设目的，权威组织需要构造清晰的分类方案，将无规则的事物可视化、可测量化，因而可供治理。也就是书同文、车同轨、行同轮。例如，执行我们眼前的交通规则。如果我一定要在这里有一个论点的话，那就是监视不应该被视为一种独立的现象。以监视为焦点，只会让我们生发无尽的偏执。监视应当从属于分类与感知层面的问题，后者应从属于社会组织层面的问题。机构性数据库的分类方案与级别制的访问权限，则是控制性社会政治斗争的一个关键点，而不是监视本身。若只聚焦监视本身，人只会担忧自己被定性为异常的可能，也就是一种偏执心态，而不会去注意更主要的问题，那就是什么被数据库分类为异常。为什么这么分？你好，我是子瑶，在这里我要感谢我 Patreon 的头七个赞助者 X2012 RMB SBL55 FBDO Amon A Sam G Alex B， 谢谢。